你在家里等啊，你在家里等泳装凯流，等泳装黑猫到你家了。我现在有点害怕，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危险？没事没事，我把门反锁了。珍惜哦，哎呀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ns， 今天我们要来抽这个泳装，这个黑猫还有泳装配合的副科池。各位观众，今天我跟那个男人叫老问那个男人，今天一定化解我们之间的心结。连胜各位，让我们欢迎老问。来，今天一样很努力啊，有准备了你该准备的东西啊。来，今天第一次来这里直播，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吗？那你手上的东西看起来不是很好。你是来帮台湾队加油吗？台湾队加油！各位啊，那个啦，毕竟中华队现在在打棒球啊。老温身为一个这么爱看棒球的这个台湾人，他会带个球棒来支持中华队也是合理的。那要先祝韩国输啊！台湾赢韩国都是爽。你要先帮我抽，还是我先帮你抽？你怎么看？你说。我先抽你的，那是肯定的。等等，我跟老温都会来抽泳装配可加泳装黑猫。我帮温抽泳黑，他帮我抽泳配，五个字，抽到有为止。哎呀，碎片够了，你要换出来吗？你这么狂，那我也一样好不好？等等，要么保底300，要么就是他妈你给我抽泳配。然后你也是，要么你145碎片你是不换出来的。Nice， 各位啊，温是个大人的。白痴哦，你 ID 怎么还叫还我永黑啦？干！因为我永黑还没摸到，ID 肯定是。这个男人啊，到现在啊还记仇啊，都过了一年了，他还是没有改变过他的名字啊。你们知道吗？其实我有点累。欸、白痴，你真的怨念很重哎、欸。那我是不是也该放个配合？你也没有配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那对我不公平哎、欸！我只要单掉一只哎、欸，你有两只可以掉哎、欸。我哪没想到你是个这么贱的男人呢？但很简单，你要哪一个啦？没有，就是你等等会拿到碎片，你要谁？你很明显是这一个嘛？你知道有机会一发展拿到145个碎片，145个碎片可以直接把永黑给换出来，但你不要，所以不管怎样，你很简单，你就是要我抽到永黑为止，大不了300保底，走起，出发。上河飞壮胆 BGM。你知道这群人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吗？可以不用。等了一年，他们终于等到今天了，你知道吗？等等，我五十双没抽到，这个就是后拿了。相信大王带抽，保证你的澳洲。来，温没有声音，来温你前面一点，对着这个麦克风。喂喂喂，这样嘞。1 2 3 1 2 3。来，温的声音怎么样？各位，小声哦，你这个中气不够足够，有点小声哦。30抽了怎么看？其实这次真的不好抽了，这次是真的难抽，毕竟就0.35嘛。所以这里抽不到彩券，老实来讲，我是不是蛮合理的？没有啊，我已经抱着保底的决心，不外合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也是抱着保底的决心啊。当我跟你讲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今天我就算真的让你保底，我也会让你有泳配又有泳黑，好不好？这十点 ，B A 泳装黑猫带走。球棒拿来，还有啊，干嘛？你不是哪里还要泳配？你这么贪？那我问你啦，我跟你的心结是已经没了。我他妈这里50抽0.35几率帮你抽泳黑，你笑得很爽呢、欸。那佩可一样要我帮你处理吗？但我先跟各位讲一下，过了一年，各位不要再说我跟温有心结。如今你们看着我们两个，是否感觉中间有一股神秘的气息？和解，带给老王、啊。温笑得像泳装配合。你知道其实我今天本来想干嘛？我今天本来想说跟你91，大不了两个300保底一起三精华。但你这样50抽就抽到了，你这样对吗？温，我本来已经想好 YouTube 的标题了，老温大王300抽大爆死，两人酸酸陨落，退出公主连结。哎。
抱一个，抱一个，抱一个。各位怎么说？相信大王带错，保证你大王说，我宇文再也没有任何的心结，游戏结束。哎、欸，你看连永端笑脸都帮你抽到了，文呢、啊？我是希望我们今天两个的立场不要反过来，这里没抽到，换我追着你。喂，别担心，因为我来了。相信大王在头话有更低调非洲书面。来，我要求不多，我有永黑了，我只需要95000个宝石的你抽，抽到有为止。来，走起。来，你那个梁文士的帮我记一下，我帮我几抽啊。放心，各位不用演了。哎，右上角那个闭嘴，不要笑我自己。你这个碎片对我也是没有任何意义。你不要以为我只要永佩多时间，我就不会再斗一次。干老王，老王是你派来的。哎，老王，你不能这样啊！我平常带你这么的好，你每次抽卡我都带你抵达欧洲，你这样是对的吗，老王？玩游戏的第十天，压力混在我这边了。没问题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我们先把这个 BGM 关小声一点，怕到时候被消音。你有懂带抽的压力了吗？你有没有渐渐的了解我的感受？这跟我抽自己的身后。对对对，是不是发现不太对劲？哎，漂亮，50抽结束，谢谢大家。请继续你的表演。好，希望宝石飙升4到5万了、啊，只是一个永配而已。有没有开始懂实况组带抽的压力？是这么多的人盯着你的手，盯着你的画面，盯着你的飞。哎、欸，相信老温带抽，保证抵达。飞刀。哈啰，是我的。哎、欸，白痴啊，怎么还有啊？我来还愿了。呀，这罗哈太大声了，我要把它关小声。哎、欸，我先说好，我是怕被消音，我没有想要把各位哥给卡掉的意思。哎、欸，我怕被消音，我怕被消音。我问你有什么玄学，尽管的使出来。我们先用你的玄学好了。哎、欸，我的玄学嘛，来，你要哪招？哦，公位小屋先把配可放出来。你真不愧是我的老观众，看老温也越来越会抽卡了。来，各位，这是温的，温你的玄学真的棒。我们之后用第二招啊。第二招，这招你也懂，真棒。No， 气哈哈，没事没事，不要紧张，你来个一番赏啊，先让我补个碎片啊。你连各种玄学都弄出来，连那个白金单抽初级机，你也想搞？噔噔噔！温波浪符、波浪符你都有了，这么认真干嘛？让他保底就好啦。借一下，借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发现一件事情呢、欸，你他妈怎么跟我的同一只啊？你他妈是不是去那个楼下数学买的199？因为我跟我以前住同一栋大楼啊，那栋大楼楼下有个书店啊，书店里面刚好卖球棒啊，190。问我的配合，问。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哎，我也觉得哪里出了问题啊！没理由我带你这么欧，然后你带我这样啊！我带你如兄弟，你带我到非洲，这合理吗？我问你，这样真的不行。你知道以前大家都说什么？哎，大王，你抽那么飞，温要去你家找你。我跟你讲，温啊，我到你家的地址。温拿起了他这个祖传的佛珠。好、啊，感谢梁梅，感谢董妹。坐在大王旁边，大王才会比较欧。一定是哪里拐到气了，哪里拐到气了？可是我刚刚帮你抽停了，还是我离开？该来了吧？我的天哪！291，竟然抽到291嘞！看来我离开好像真的有助于这个彩券的几率啊！难道能说是我的问题吗？哦、我还是出去好了。再见。不要啊！哇 ，nice 啊！但是我刚才也说过了，我这里是不会。欸、你先检查一下几个。我其实已经可以把它换出来了，但我不要。
你继续。没关系，你有一支四星的配合。对，我有支四星的配合，说得好温。永中配合。天黑我是飞的。终于啊，各位，实况界大王台再也没有心结了。好了，这两根球棒好不好？再也没有派上面用场的时候了。耶、yeah, ，抽到配合了，各位。今天第一件事情就是，终于可以玩自己的配壳了。之前只能玩人家的，原来自己的配壳是这么的香。好了，我们谢谢老温，老温跟大家说再见。再见，来啦。Hello， 我是阿妈妈。对不起。